跳着拉丁舞的是台东县家庭教育中心的志工，他们不仅在舞蹈上展现热情，长期投入家庭教育的关怀热度也从未减过。台东县家庭教育中心26号晚间举行103年度推动家庭教育绩优团体个人志工表扬暨104年度家庭教育志工受证典礼，感谢志工们的付出。家庭教育中心其实是我们的志工伙伴撑起了半边天，所以我们今天办理这个受证表扬，我是觉得意义重大。台东县的家庭教育关怀资源并不充裕，能够做得有声有色，是因为志工们真诚的爱，还有努力不懈的态度。根本没什么经费，那我为什么可以把这些业务这么落实的在推动，持续的关怀帮助需要的家庭跟学童？是因为我们有一群很有热忱，又很愿意学习。很专业的好志工，志工们长期借由电话以及个案协谈等方式，在家庭教育的领域里长期贡献，默默不求回报的付出，让许多濒临破碎的家庭或夫妻感情以及亲子关系得以修复。无论您是不是志工，多关心旁人，一颗受伤的心可能因为您的付出而拥有幸福。东台新闻吴明峰，台东市报道。